因为我从筷子的过来的，所以我叫老百姓喝汤。便宜的拉面吧，只要物价要不上一般是上不了价的。我今干拉面还二十四五吧，我今年44了。我觉得我跟小青一样，实际起来我一走进的市，想到一楼。 那个东西上看上去，我经常上的这个拉面馆，确实很便宜，你从外边你随便一碗这个兰州拉面也得10好几，然后呢，你看碗还这么大，那你还这么大，才卖3块钱。感谢大家对我关心和支持。 在家里边不方便，这些的，特别媒体太多，所以我对他心愿就是能让我出去正常生活，能让我让我做上拉面，做我的拉面给老百姓吃。 拉面哥现在这么火嘛，大家都好奇，我们就过来了。自媒体的主播就全国各地的，我感觉不下于500名啊，可能会这个对这个拉面哥有些影响，但是我觉得拉面哥的路会越来越好，大家拍他应该是好事。